其实我想我准备平常我生活里面都一直准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一直都奋战而且是备战。所以我想这一次做评审去看所有的电影里面，就从一个备战的一个过程里面去体会跟互相的学习吧。然后保持一份体力是重要的，因为你一口气去看，一天里面看四部电影可能要花上12个小时以上。因为有一些我们这一些片子有一些很多片都比较长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充沛的体力跟精神状态比如说早点睡觉，让自己能够可以因为我平常是比较不爱睡觉的人，那为了这一次我迫不得已要让自己要早一点睡，但是运动还是要需要的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评审团给我们的一些戏院里面，比如说一些试片师或者一些戏院里面，他们的对我的招待都非常好，要安排很多美食放在我们中途休息的时间好像我们每隔2个多小时又吃一顿，2个小时出来又吃一顿。哎，这个我要想想，在这一轮看电影的时间里面，尽量把它控制住，不然的话，做完评审之后就变成一个胖子了，这个是比较头疼的事情。对，所以看完所有的片子，我告诉大家，回到饭店还是要做我的运动，这个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醒醒我的脑筋，回想我们今天拍那个片子，然后写报告，这个就是我的责任。